很荣幸能够参与这个美好的日子。我是 Vivian， 我是 Becky， 我们是今天的司仪。在此呢，我们代表新郎和新娘，感谢各位嘉宾的光临。欢迎大家，让我们共同见证这对新人的甜蜜和喜悦。作为 Pauline 的好朋友呢，我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他们的幸福，也感到非常的开心。我相信大家对 Pauline 女士也有一定的了解，她是一个温柔贤淑、独立自信的知识女性，现任建越建筑公司的董事。你看，有时候缘分是不是很妙不可言啊？怎么说呢？你看他们早年都来自中国，在新加坡居住的时候呢，也未曾相识，后来却能隔着个太平洋，倒着12小时的时差相恋而修成正果。这就叫有缘千里来相会，缘分来了挡都挡不住啊。是啊，确实是这个点。介绍完新人，接下来女方的亲友团会给我们带来一个特别的表演，有请王红女士，她会跟我们演奏两曲古筝表演《康定情歌》和《草原之夜》，请欣赏。